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李先，大家搞啥？啊，明仔啊是咱本山啊，这开山的大祖师祖神呢，王禅老祖啊，圣诞千秋，咱的护国释灾、祈安消灾的大法会啊，的圆满日，人都已经开始啊。咱十方诶，来遮参加普渡，参加即个啊法会咧，啊非常诶济。今日第二天，哈、啊、拜六，明仔礼拜是咱最后圆满诶日。咱除了咱诶按哈祖先诶莲位，个人完成祭祖诶莲位以外咧，哈、啊、咱咧哈、啊、明仔起。啊，八点开始诶，咱伫咱圣佛寺啊，千佛大禅堂，由咱所有诶啊法师、明定大师啊，甲咱所有诶易经大学诶学员、学生咧，共同伫大禅堂诶集一千名咧，啊，大众伫遐念经，啊，奉上即个人龙护国经，咱会当仰仗佛力，天龙护法。哎，慈悲啊，甲咱加持啊，赐福予咱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啊，天下太平，两岸会当和平，两岸大家会当共同相尊重，同是天涯沦落的人，咱有福报来到世间，大家共同爱珍惜去珍惜。所以咱也希望讲，诸天佛菩萨会当甲咱护持，哈，祝福予咱整个世界会和平，两岸大家会和平。啊，尤其希望咱国家内底，哈、啊，咱大家咧，哈、啊，大家爱互相相尊重。咱民意代表，咱唔通做政治秀。你若做政治秀，你犯因果，因果你爱甲你担。现在好的人一趟，刷了就无啊！你去选，你得选去搞啊！大家要选去呢，爱选了有真真正正有为民生发案，吼、哦，这立法的立法委员选好这才有效。啊，若无咧，干那在作秀，你选起无效，迄咪咱中华民国所需要的民意代表。那前一阵啊，啊，才听到讲。啊！看报纸报出来，啊，民生法案百外件拢甲弹掉呢。哦，然后呢，去为一件代志大吵大吵，一个小小一个作家画家，但是闹闹闹下呢，结果闹几十天个闹遐嘞，结果民生法案无重要，这种个唔是真真正正有智慧、有慈悲个民意代表。所以大家若开始要个选举个搞啊，咱爱注意。咱若是讲，咱若唔捌目睭黄呢，啊，咱哄骗去倒嘞，叫佮调啊，众苦就够呀啦，众苦就够呀。所以按选一个真真正正为咱服务的，为整个全民民生问题，会当解决民生问题，尤其现在经济遮尼歹，经济遮尼歹的时啊，何故在咱的立法啊这个？政治人物啦，也差不管咱全民的希望的事啊，吼，一直为了个人在作秀，选举搞啊，作秀出镜头，安尼来咧，咱爱注意，这安尼咧，咱有众苦教育啊，因为一个人的
思虑、思心，造成大众的心会袂安，或者众苦、大众的苦啊。相对，咱一个人做诶代志，毋通做出互大众社会为咱来担当，遮烦恼啦。那么，咱嘛是做一个众苦诶人啊，咱即个都。咱也受到这个业报，咱都有罪过啊。所以各位，咱今日有这一年一只咧，好，甲各位讲解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就是伫咱的生活中间脚踏的所在，就是为阿弥陀佛的世界。所以明仔起咧，我欢迎咱十方善信大德，恁若有时间，正较早来念佛寺。南道观、国姓乡、福古川61号，都、就是伫南道草屯烫玻璃的半路，遮一个福古啊，你也看就知，就福古诶，来遮咧，咱新闻是真正清楚，比较快。大家共同来祈求国泰民安，祈求世界和平，祈求两岸的和平，互相就尊重。祈求大众呢，拢有机会接受佛法啦。所以欢迎呢，明仔咱来参加。明仔嘛是咱圆满的最后一天，贵国先师的慈悲为大啦。这个伊的大愿力，要来甲咱国家、世界和平，甲咱斗加持。但是嘛是需要大众的心。大众的善心，大众对国家的认识，咱对国家要有认识。不管安怎呢，咱当下对国家的认识非常的重要。咱灵魂世界的亲人，多生的父母亲人，因嘛希望会得到快乐。咱伫多生个爸母咧，因为有诶因缘无相像啊，有诶因是灵魂世界，伫咱诶心灵诶世界，伊诶心灵诶世界，伊嘛是真济真济诶苦楚呢，因为无机会去听经闻法。比如讲，咱若我发了真闹热，若是咱做只囝孙。即毋知影好甲设一个位，互因来遮听经闻法、仰天佛力，人伫即佛法师伫施啦，放眼口，也是伫啥伫拜，伫供养诶时，因无法度去得着，必须要靠着大法师因诶佛力、因诶心啊，仰天佛力来传施遮诶，再传定。好，咱的祖先或者完成祭祖，要咱人呢过去生世世，拢个糊里糊涂，结着真济的冤，结着真济的债，所以即世人呢，咱咧做代志会感觉结足袂顺呢，明明都好事是安尼会袂顺啦，这是真大真大人生的课题。那么咱各位伫恁的厝边头尾，若有法师伫发挥的时啊。咱会使咧参加的法会，八度亲人以外咧，八度远亲祭祖，这非常一重要的课题。另有这个因缘啊，咱因为有因缘，咱都家庭生活较歹，所以囡仔咱都甲提调去，另有咧，咱的因缘咧，因为囡仔有心啊，有诶咧无张持就有心，有心咧，惊讲经济歹。都几个月啊，一两个月又搁提掉去啊。但是咱人诶，咱伫咱诶母体内底咧，十天有心，十天灵魂就得咧，十天魂就来啊。好，咱魂魄得咧时啊，咱假使提掉去，咱违背着咱原来甲咱诶行行顺顺受约束，伫天界受约束诶，结果咱失信怎么办？咱爱忏悔，忏悔。那个人都要参不起，所以咱说这个仰天的诸佛菩萨、王禅老祖，
圣诞的时啊，恭请真侪法师来上经，而且呢，咱家这婴灵呢，囡仔呢，吼，也连位个摄连位，啊，仰仗着佛力，诸佛菩萨呢，会当甲因巴肚，互因对家己的净土转去，会当机会过去往生伫其他的世界，吼，佛净土，莫来世间受着遮尔济的种苦啊！说众生之苦无所不包啊！众生之苦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众生之苦包含着百万四千种的苦。各位十方甚至说，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呐，咱是要做一个快乐的人，或者做一个苦不了的人呢？是个人家己去这个。去做，家己去看要安行，安做，上重要，咱迄点心。那么咱有啥物苦？咱苦业到位，烦恼到位，一个上好的方法，我家己经验，我报予真侪咱地主的经验诶。除了着咱今日去拜佛，恁厝边头尾有佛寺的所在咧，恁今日去拜佛，家恁的烦恼，讲予恁的神，厝边头尾的神嘛好，也是佛嘛好。恁轻轻来甲佛讲，甲祈祷，将你所有烦恼呢，点点啊，你甲佛祖讲，甲是众神甲讲，一时啊，恁烦恼的放下，然后呢，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都是皈依，阿弥陀佛都是予咱三生众苦过去所结的冤家的人呢，那么咱仰仗佛力。咱念佛的功德去回向消灾啊，解冤，这才是上有效的妙法。所以咱有当时啊，在想着啊，烦恼的时啊，苦不了的时啊，建议各位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定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咱若念佛念愈济的时啊，你烦恼会减愈少。你若唔知好念佛嘞？我相信各位咧，恁唔知要找哪一条来解决恁的烦恼，找无路，我骗你。我嘛袂用讲妄语。咱请就是现在，甲各位摸摸骗骗一个心，可能去念佛啦，绝对无这个道理。因为我惊去做恶业、做因果，袂好啊啦。过去唔知无接近佛法的好多，当然有真侪烦恼。一旦接近佛法以后咧，了解到妙法的殊胜的事啊，所以我会真正珍惜。当我有困难、有烦恼的时，念阿弥陀佛；当我有时间的时，我嘛念阿弥陀佛；当我有任何一个所在，我伫坐车的时，我嘛念阿弥陀佛。时时念阿弥陀佛，第一会当助导、甲导他、导啥人？导咱的完成借助，导咱的身边一寡无魂无形的灵魂世界啊，诶，众生啊，度咱的亲人、咱的祖先、度咱的救贤七祖啊，度山河大地无数男女孤魂众等啊，这拢是度。所以各位啊，你唔通看无起讲念一句阿弥陀佛无啥，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你养成这习惯啊，你以后就会撇除真济种苦难发生。而且会当创造着各国心内所需要的极乐啊！所以咧极乐建立伫咧，建立在咱日常生活，咱爱去做，建立伫咱日常生活，爱去接近正确的方法。咱咪讲哦，接近讲，我今日欠钱咧，我来签者大家乐，签者六合彩，像安尼看到解决我经济困难嘛，无可能个代志，迄刷咧靠袂了，叮叮塌塌会靠，那是讲我来讲骗，讲怪落来时啊，那么你安尼是要讲骗讲怪，你要得到解决一时的烦恼，结果所做咧，你的烦恼永远是没完没了啊，袂刷得着，各位是方甚至是。极乐世界伫咱脚踏的所在，咱莫想讲我伫西方，莫想遐远。现在所踏的所在，如何会当得到极乐呢？念佛一个法门尔，念佛是上殊胜的，
念佛呢，会当予咱大众理念一致，咱就会当清净咱的本性。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断了。